哎，吴建民，你家不是有枪吗？赶快出来打我呀！我不想活了，赶快打死我！吹牛逼，说他家有枪，哎呦，等着我们呢。我来了，你家那么多趟了，你咋不出来打我呢？吴建民，你躲在家里干啥呢？啊，你到底是今天又躲出去了，还是躲在家里呢？啊？